看一下，床有效床上方要有两格高的空隙，两格高，这个两格高了。拜托，生吧，求你们啦！别是点头啊！没关系，我去弄我的东西。我现在需要沙子，不想理你们。然后国外的很多人都是用那个沙子复制器，那个东西要打完中介才能办法用。可是我不会用，那好麻烦哦。因为你复制的东西会在你那个世界重生点，所以如果这个要拿的话，我要跑大老远到200那边去。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抓到猫咪啊？看来是没有呢。想再哎呀，那我只能说可惜咯。没有啦，就不勉强了，没关系。应该够烧了吧？来烧沙子，烧沙子，呵呵呵呵呵。我岩浆还有一桶。再来四控制杆。这样可以把经验值锁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有经验值拿了。来看一下猫爱心了没？我以为他低头是要生小孩了、欸。爱你们倒是整一下，欸，他换职业了，欸，不是啊，我现在没有给你们那个啦，没有面包了啊，我的农田还没经营，欸，我还没开始搞农田，欸。这些本来是要给你牛吃的，欸，
好啦，都给你们了啦。甘草捆我想省着啊，我那个我甘草捆我想省着，我有想法，所以才一直舍不得打掉甘草捆。给你们啦，你们这群土匪。有了有了，好，事实证明要两格高的方块。好，感谢那个无名氏，感谢你。有吧？有，他还跳。我看一下哦，那这个要。拆掉，这个是可以。不对，这个才要拆掉。啊！28的没啦。不是，我刚手上没有水桶。哈哈哈哟。笑屁呀、啊。啊哈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好，没事，经验而已。经验再赚就有了。不哭不哭。我们先把玻璃盖一盖吧。没事啦，不痛，不会痛，一点也不痛。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工程哈，烧了几个玻璃啊。啊，我就是怕，我不敢玩极限哦。我是属辣呢。如果是极限的话，我现在早就全套铁装了哦，对不对？没事啊，我最不怕的就是打针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打针打习惯了，所以我不怕打针。这样就够了吧，铁锯应该就不会乱跑了吧。那再把这个桥拆掉，不然铁锯人走上去就不是铁锯人了。可是我看影片跟介绍都说附近有铁锯人就不会生铁锯人啊，还有盖那么高。现在干嘛？现在盖铁锯人的物资塔。叫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漏斗，六个漏斗。
对，因为主要是他村民改成这样子，很像在玩养成经营游戏，然后还要找时间让村民被僵尸咬感染之后，然后再把他们救回来，那就变得更便宜。可是这样这个系统很好欸，让我会很想玩村民，对。然后我箱子放这里。做了啦，然后铁真是叫，哦，还没烧，收集的棒掉下来，对吧？再卖药给他，没错，我们就可以当奸商了。其实不用这么低吧，我就说他在楼上也不会烧死这么慢，所以我们可以。可以怎样？我到底想怎样？先这样好了。嗯，这边开始集中好了。铸铁塔成功，还没，还要赢一只僵尸，所以我还需要命名牌。是会成功啦，就只是缺僵尸要游上去而已。僵尸就是，反正我过来嘛，赶快绕过来这边，跟僵尸绕圈圈，拉走过来。就是把僵尸会沿着路去找村民，所以我应该会先偷拍他一下。这边到哪里啦？还没，还好久。再来是，哦，不对，不要这样。感谢萧远的100颗星星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啊，生完之后我就摔死了，你也看到了吧。
还是你就是因为看到我延迟摔死很难过？嗯，汤哦。哦，背好痒。对，干这高斯牌有颜色啊！啊！这样。好的，然后下面放铁轨，不不不啦，漏斗。六个刚好，这样，然后放进去，那如果等一下真的都在钓鱼的话，你们要你们愿意吗？等一下只剩下钓鱼了，能再去捞，再去这边多做一点铁桶吧。好，这些，因为。等一下没什么事做了啊，不是没什么事做了、啊，只剩捞铁桶，不是啦，只剩命名牌了。那僵尸的话就是不行，我想说，如果先等僵尸的话，那我没有命名牌，僵尸跑掉的话，我又会哭。然后我可以把地狱门往上拿了。钻石搞了，你没看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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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应该是不会把防喷打开啦，就碍于说。想好好玩生存，因为如果防喷打开的话，我就可能会随便玩了。你们应该也会吧？就是啊，反正死回去就回那个回家了，就不会想说，珍惜生命这样，打个 kill 啊，或去自杀就回家了这样。书馆里有卖什么？卖什么？我刚问什么问题？啊，命名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对吼，图书馆里面，图书馆里面。好吧。不然我们来盖甘蔗塔好了。晚上啦！图书管理员要书柜皮格子啊，先盖牛牛的，牛牛的还没盖，盖完之后敢借我过。所以农场要先搞出来，搞出来之后换，不对，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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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搞，
你们要发射器两个。发射器，等一下、哦，观察者怎么做啊？哦，侦测器呀、啊！哦哦哦！哎、欸！啊！我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啊，这边铁巨人太多了啊！哼、嗯，就不信你跑酷跑得上去。把你挤下去，快点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又多一只，六，多两只，哦，撩人，刚刚说什么？要两个弓，弓的话我们有这个，要投石器，这个一二二，然后观察者，鹅卵石加红石粉加石英。我还有鹅卵石吗？不够，挖鹅卵石去。我决定，我要做一个鹅卵石制造机，我要来赚钱。为了赚钱，制作鹅卵石制造机，完美。我觉得这个要这样放，不然等下梯子接上去就这边卡住，不能走。哎、欸，我还没附魔，8787。在我聊天室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好忙哦，怎么那么忙啊？啊，不跟你讲，前面就是要忙碌一点，后面就是在玩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类似新入股，你前面都已经弄好了，前面自动化都大概弄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再來就是躺着赚钱。可是自动化那个复制 TNT 啊，那种自动伐木机我就不会用了。那个借我过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挡在这里，不要当那个讨厌鬼。不对啦，到底怎么那么多啊？二四六。手还是会那么多、哦，红石粉啊，一二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该在哪里嘞？牛牛繁殖牛牛的盖子好，
这边是要漏，也不用漏斗啊。干嘛？这边是漏斗箱子，又要箱子，又要漏斗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前期铁要赶快出来，不然后面一大堆玩不了。还要去拿剪刀，然后看一下地板门，地板门，地板门。地板门，我的剪刀，我的剪刀，我的剪刀嘞！哎，我的剪刀呢？哎，你们看到我的剪刀吗？白痴哦！啊，眼睛太大。有看到，眼睛太大了，对不起。小时候就是常说你眼睛大哦，我就说对啊，眼睛很大，然后就把眼睛睁超大。那个人就说哦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我就是眼睛可以大到那种眼球已经快掉下来的那种夸张的地步。那建筑好诡异哦，好恶心哦。欸，可是我觉得我会忍不住私下再偷偷玩一下，就可能弄一下东西，有可能不小心弄一弄，把村民的解锁给打开啊什么的，然后再来这边就是这样放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放藤蔓，然后拿玻璃好。哎、欸，有小村民吗？你给我拿花。哦，需要再剪了，傻眼，我在冲傻啦！天哪，你们是不是在看一个小丑在玩麦块啊？怎么会那么累成这样啊？啊，挖多一点啊，气死！村庄花了快6小时变成这样子，算很快了啦，算不错了啦。放这里，然后。
方这里，然后。然后我放错位置了，哎，我放错位置了。突然想想，这样子牛掉下来直接被烧死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要往上移一格。所以其实是这样，然后这个这样子打掉。观察者看这里，然后发射器，对，发射器，嘿，这样才对。这样才对。那这边可以放个半砖，可以吸个经验，会有经验值容易出来。再来，我垫脚石嘞。What？ 你为什么没救我？要你干嘛？为什么不救我？